생각 수비하용. 这几天不但全军将士们憋气，我也憋气，可我身为大将军不能感情用事，我要等待出战的时机。今天这个时机是终于到了，我希望诸位将军们置生死于度外，打破庞涓的围困，把粮食与援军送进城皋。大将军，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大将军放心，不打破庞涓的围困，我们就无脸见家乡的父老。城皋有我们的兄弟，就是死我们也要把粮食和援军送进去。没错。好好好，解救城皋我打算采取树上开花之计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树上开花吗？什么叫树上开花呢？是啊，树上本来没有花，做一些以假乱真的花插在树上，给人以假象，好像树上开满了花。我们要解救城皋，必须从四个方向同时出击，使庞涓顾此失彼。可我们没有这么多军队，就必须集中兵力于一方，而另外三个方向分别出动少量军队，虚张声势，在兵车与战马后面拖些树枝，这样战马奔驰起来就好像有千军万马一样，这就是树上开花。这样庞涓就难以分辨我们的大军在何方，而我们的大军则看准机会乘虚而入，把粮食与援兵送入城皋。大将军，你的计策太高了。孙军师在此啊，他也不过如此啊。是啊。没有妙计我是不会轻易出战的。吴将军在，司马将军在，韩将军在，你们各带5000人马，分别在城皋西南北三个方向树上开花，虚张声势，而我带大军进攻城东，申大夫带领援军与粮食跟在我的后面，待我打败了魏军以后，你乘虚而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将军，你不能够亲自率大军进攻城东啊。我身为大将军为什么不能亲率大军？如果庞涓知道大将军在城东，必然知道是我韩军的主力，其他三路树上之花开得再好也难以乱真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大将军率一路虚张声势，让吴将军率主力进攻城东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还有，大营之中要留下足够的人马，防止庞涓趁机偷营。你说的我早已想到了。司徒将军在，你带10000人马留在营中守好大营。是。愿上天相助。愿上天相助。魏国人来了，快！
国太子出兵了。他们从何方而来？四面都发现韩国的军队。他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四面出击。韩国太子在哪一路？在西路。他有多少军队？听说有三万之众。那其他方向的韩军呢？也都有数万之众。不可能，韩军没有这么多。这是奸细所说。其他各路可能是虚张声势。王聪，你在这里指挥攻城，我去对付韩国太子。是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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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吁，大将军，庞涓的军队已经向我们开来。有多少人？好像不多。迎上去消灭他们。是驾驾驾。大将军，军师的树上开花之计是为了虚张声势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树上开花是为了虚张声势，如果交战，魏军便会看出我们的虚实啊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我问的是谁告诉你的树上开花是军师之计？申大夫。胡说，这是我的计策。大将军，我不敢胡说，这确实是申大夫所说，他还拿出军师的信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千万一记性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准备迎敌吧。大将军，申大夫说。申大夫是不是还说我害怕庞涓？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看看，到底是我害怕庞涓，还是庞涓他害怕我。大将军，作战千万不能赌气呀。我心里有数，传令吧。大将军，你千万要三思而后行啊。听见了没有？传令吧。是。全军前进。驾驾驾驾驾。元帅，韩国太子被我们引过来了。哼，这条傻鱼也太容易上钩了。你们各带一万人马，迂回到韩国太子身后，不得放过韩国太子。是。炸。好。炸。大将军，前面发现庞涓大军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魏军的军队很少吗？方才的确不多，后来不知从何处冒出如此多的军队。你敢谎报军情，你该当死罪。大将军，算了，后队当前，前队做后，传我的令，给我撤。是。驾驾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侧后发现魏国军队。有多少人？很多，摸不到头。韩国太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好，我不但要活捉孙膑，还要活捉太子。明白。吁吁。叔父，叔父，侄儿的军队被孙膑打垮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走以后，韩国的数万大军就到了，他们和孙膑里应外合，侄儿的军队英勇抗击，终因两面受敌，溃不成军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韩国的粮队进了城镐。王八蛋。叔父，侄儿有负叔父的重托，你杀了我吧。
这件事不能怪你，怪叔父我。叔父，你调集军队，我们杀回去，重新包围城高。没用了，现在孙膑有粮有兵，已经不怕我们围困了。那我们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，哼，没那么便宜。我们已经包围了韩国太子，拿到太子，一样可以邀下韩王。命令城南城北的军队，一部分撤守大营，一部分立刻赶到城西听候调遣。是，炸，炸。申大夫，这次多亏你啊。不只是我，还有吴将军他们。军师，军师，申大夫，大将军被庞涓的大军围困在城西十里之外。这个太子，不让他与庞涓交战，他就是不听。军师，你说怎么办？吴将军，有命城南城北军队立刻返回大营。遵命。冯将军，在。你负责守城镐，只许守不许攻。是。走吧。咦，大将军，庞元帅有话对你说。请讲吧。庞元帅想当面对你说。你就让他过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庞元帅想请你过去。我不会上他的当的。庞元帅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单独与大将军谈谈。他要想见我，就让他来，否则无话可谈。大将军不要如此固执，与我们元帅见面对你有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可以饶你不死。大丈夫驰骋疆场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大将军如此英勇，令人可敬。我们庞元帅正是敬重大将军的英雄气概，才有意见大将军一面。怎么，如此英勇的大将军竟然害怕元帅？大将军千万别中他的诡计，他只是激将。我知道。好，我可以去见庞元帅，不过也让庞元帅给我一个面子，让他离开大军，只带一辆战车，我们两个相见在两军之间。告诉你家庞元帅，我也只带一辆战车。怎么，你们家的庞元帅是不是怕我？我们庞元帅谁都不怕。那好，就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庞元帅吧。驾。咦，元帅，韩国太子要在两军之间见你，他说每人只带一辆战车。叔父，韩国太子一向勇猛，此次已成瓮中之鳖，小心他狗急跳墙啊。哼，他既然想见我，就是为了求生，不会狗急跳墙的。你去告诉韩国太子，我答应他的请求。是。炸，炸。孙军师，庞涓的军队一部分回到了大营，其余的全部人马到了城西，把太子围得水泄不通。他们还没进攻太子？没有。他们是想逼太子投降。孙军师，你应该立刻发兵解救太子。如果太子投降，我们回去没法向大王交代啊。太子虽谋略不足，但刚烈有余，他不会投降。不投降就是死，死了以后我们更没法向大王交代。我去把太子救出来。你一个人，又是一个姑娘，怎么可能在数万大军中解救出太子呢？有时候一万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一个人却能做到。哎呀，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。我不是说大话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还是听孙先生的吧。白天实在没有办法，只有等到晚上了。孙先生，如果等不到晚上，庞涓杀了太子，或者太子投降了呢？
听天由命吧。军师，太子是为救你才落入庞涓之手，如果你不前去救他，大王知道后会杀了你的。吴将军，我不是不救，白天实在没有办法。庞涓大军远远超出我们许多，若操之过急，不但救不出太子，还会给韩国大军带来灭顶之灾。韩国大军不在了，韩国还能安存吗？这，吴将军，你放心吧，庞涓一时还不想杀死太子。你想，太子区区五千兵马，在荒野之中又无险可守，庞涓大军不出一个时辰就可以把太子消灭掉，可他却围而不打。如果太子向庞涓投降了呢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庞元帅有话就说，看着我干什么？事隔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何况是一国的太子呢？你约我来，就是为了讽刺我吗？不，我绝无讽刺之意。上次假道伐国，我胜大将军一筹，今天大将军树上开花，又胜我一筹，当然令我刮目相看了。只是大将军救孙膑心切，落入了我的包围，算是为我找回了一点面子。我要是按军师的计策行事，不与你作战，你连这点面子也没有。你说的如果根本就不可能发生，这是你的秉性所决定的。孙膑精明啊，孙膑正是摸透了你的秉性，才让你到城西去树上开花，因为他知道我会率大军来对付大将军，如此一来你必陷入我的包围，只有我的大军来包围你，粮食与援军才有把握运入城内。不过孙膑为了自己对生死与共的大将军如此动心计，作为你们的对手我都看不下去啊。你的话说完了没有？我为大将军可惜啊，大将军不该死。将军战死疆场是无上的荣耀。哼，大将军不同，大将军身为韩国太子，以后就是君王，一个君王所得到的荣耀远远超过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。何况本来该死的是孙膑，你是代孙膑而死。大将军，你我二人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什么交易？大将军暂且委屈一时，到我军中住上一段时间，我以大将军为由向你父王索要孙膑。你是要我投降？不，只能说是人质。都是一回事，传将出去我将身败名裂。当今天下不少国家的太子到他国做人质，他们不但没有身败名裂，反而为自己的国家加固了与他国的联盟。大将军，这次你帮了我，以后你做了君王，无论你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危难，我都会率魏国大军前来帮助，怎么样？那我的五千士兵他们怎么办？一个不杀，全放回去。那成皋呢？我的军队全部撤离成皋，回魏国。你让我回去想想，明天早上答复你。明天太晚了，我得回去说服我的将军们。好，走，咱们走。等一等，咦，庞元帅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到现在孙膑还没有出兵救你的迹象，他大概是不会来救你的，他就是想救你也没有这个能力。不用你告诉我，我早估计到了。一驾驾，
先生，你的腿不好，还是歇一会儿吧。唉，站着都想不出办法，坐着就更想不出来了。太子这个人可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你也不要太责怪太子，如果没有他，庞涓就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树上开花了。你有办法了。还是树上开花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去做人质了。大将军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军师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他管个屁！他要管，他早就出兵了。军师的兵力不如庞涓，白天难以得手。我估计，今天晚上军师一定会出兵。庞涓的大军早有准备，他就是来了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我真后悔没有听父王的话，我要不救他，我也不会落个如此的下场。大将军如此之说，看来我不该来喽。钟离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孙先生让我来救你们。我说嘛，军师不会。那庞涓的大军围得水泄不通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再严密的包围也有缝隙，就看你找到找不到了。说得对。哎，钟离姑娘，那我们这就跟你走吧。怎么，五千军队不要了？那这么多人怎么走啊？哼，孙先生自有办法。叔父，韩国太子到现在还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变故？我答应他是明天早晨。叔父，我担心夜长梦多，孙膑有机可乘啊，不如先把太子抓到手。庞松，你知道叔父为什么迟迟不对韩国太子下手吗？逼他投降，用他换孙膑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叔父就是一箭双雕。叔父可否明示？引诱孙膑前来解救韩国太子，使他离开防守的屏障，一举歼灭韩国大军。元帅，孙膑的大军从南门悄悄进入城皋。是大军吗？是，天黑不久他们就开始进城，我来的时候他们进城的军队还在源源不断。孙膑的军队开进城皋干什么？叔父，孙膑是不是放弃解救韩国太子，同叔父长期对峙？不这么简单，你再去城皋南门仔细探查。是。吴将军。哦，冯将军，我们已经往返三趟了，还要几趟？让你继续走你就继续走吧。这么走来走去有什么用啊？嗨，让你走你就走，军师啊自有妙用。走吧。元帅，韩国的大军还得源源不断进入城皋。我想孙膑的确是想放弃韩国太子。不，恰恰相反，孙膑是为了解救韩国太子入城的。把军图拿来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天一亮，在我们的南面、西面还有北面，将会出现韩国大军，看上去尘土飞扬、浩浩荡荡，摆出一副韩国大军的样子。他是想再用一次树上开花之计，把我们的大军调入其中的任何一方，然后躲在城中的韩军就会乘虚出西门，出其不意袭击我薄弱之处，冲出包围圈，将韩国太子救进城高。孙膑太狡猾了，孙膑他这是做梦。庞统，你带5000人马，当你的南面西面出现韩军的时候，你也来一个树上开花，装作魏国大军，率军前往。是。魏将军，在。你带20000人马，连夜埋伏于城皋西北。费将军，在。你带20000人马埋伏于城皋西南，待孙膑的大军出城后，我率30000大军正面迎击，你们从侧后方对其合围，将孙膑歼灭于城西。是。元帅，西面和南面发现了韩国军队，尘土飞扬，无法看清有多少人。庞统，你的大军可以出发了。是。这样。吁！军师，庞涓的军队从右侧向我们开来。有多少人？接下说，尘土飞扬，看不清。先生，昨天晚上城皋军队东门出南门进，会不会让庞涓看破了？不会，如果他看破了我的计策，就不会是一路军马向我来了。吴将军，在。你率5000军队上前拦截他们。是。传令驾，准备进攻。是。这钟离姑娘，军师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会不会有什么变故？不会的。军师他们来了。击鼓。是。元帅，西边打得很凶，是不是调一部分军队去增援费将军？那只是假象，真正的激战是在城皋方向。驾！驾！元帅！元帅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孙膑的大军从西边冲垮了我们的包围，把韩太子救走了。不可能，西边不可能有孙膑的大军。元帅，末将不敢说谎，满山遍野都是韩国军队，而且末将看到了孙膑。传令，收兵回营。是，传令，收兵回营。军师用兵如神，众将士浴血奋战，我们才得以两胜庞涓。本该设盛宴庆贺，军师说大敌当前，
盛宴之后，将士们容易产生骄傲轻敌，因而我只备薄酒，略表心意。第一樽酒，我敬军师。没有军师，我今日在劫难逃。军师，请。这第二樽酒，我敬钟离姑娘。钟离姑娘艺高胆大，行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。此次没有钟离姑娘，我也难以生还。钟离姑娘，请。这第三樽酒，我敬在座的诸位将军。愿大家同心协力，打败庞涓，把魏国军队赶出韩国。诸位，请。啊，军师啊，如今将士们士气高涨，我们不如乘连胜之勇与庞涓决战，彻底打败庞涓。大将军，庞涓虽连遭失败，但并未伤其筋骨，如今还是敌强我弱，若与他决战将胜负难测，不如摆出固守的架势与庞涓拖下去。庞涓的近十万大军长期在国外，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，他拖不起，我们在袭击他的粮道，他就更拖不起。庞涓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，拖不起他也不会撤，必然急于与我求战。急于求战，我们就有机可乘。啊，好，来，为军师的妙计，干了！干干干！叔父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当然不能算，如果算了，我有何威望统帅三军，有何脸面活在世上。如今孙膑回到大营，程皋有了粮食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庞聪，你去一趟韩军大营，约孙膑决一死战。大将军，孙军师，我是来下战书的。魏韩两军交战数日，难分伯仲。韩国的西方有秦国的威胁，魏国的东方有齐国的敌视，我们两军若再拖下去都无益处，因此我们庞元帅想与你们一战决定胜负。庞将军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们跟秦国已经达成契约，秦国答应和我们和睦相处，拖下去对我们有益无害。秦国人窥视中原已久，你们用疆土换来的和睦不会长久。我也不希望太长久了，只要能暂时无后顾之患，我就可以跟庞元帅拖下去。大将军险些被我们元帅生擒，一定是害怕了。胡说，庞涓两次被我们打败，我岂能怕他？你们只是侥幸而已，若再战必败无疑。你赌什么？你说吧。胜了，魏国割三座城池给我，保证以后永远不再侵犯韩国。败了呢？我割三座城池给你，保证跟魏国和睦相处。我们不要你的城池，只要孙膑。不行，军师与韩国同在，用军师做赌注就是用韩国做赌注，我们绝不答应。真没想到韩国人都是一些胆小如鼠之辈。
告辞了。庞宗，你给我站住！哼，大将军，在这里杀了我不算英雄，如果在两军阵前杀了我，那才英雄呢。可惜你没有这个胆量与我们元帅对阵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敢？既然敢，就答应我们的条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将军，我们不能答应啊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说吧，咱们什么时候决战？三日之后怎么样？可以。击掌为信。好。等等，大将军说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难道孙军师可以例外吗？我想提醒庞将军，既然打赌双方的赌注就应该相同，庞将军提出用我做赌注，你们也应该有一个相同身份的人做赌注。对，军师说的有道理，庞将军，你们也应该拿庞元帅做赌注。哎，不，庞涓不够资格，他屡屡败在我的手下，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孙膑，你不要以为用阴谋诡计侥幸胜了几次就不可一世。哼，我家元帅啊，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没把我放在眼里？那为什么妒忌我，暗害我？为什么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，非要我的兵法不可呢？庞将军，回去告诉你们元帅，就说如果让你们用魏国的太子太子申做赌注，我就做韩国的赌注。树上开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九计，其意是制造假象，虚张声势，使敌人真假难辨，以达到己方作战之目的。面对强大之敌，孙膑连续运用树上开花一计，先是解脱了成皋之困，后是解救了韩国太子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抛砖引玉》。